帮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炫声儿童人声乐团里边三位B boss 啊，是他们可以自己单独打完的 B boss， 来大家听一下好不好？来，大家好，我叫陆宇轩。大家好，我叫李福涵。我叫金王辉。我赢那个蛙跳一把万千一把放进去。好吧，别看我们这孩子小啊，但是他打的还挺像个样的，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边上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他是一个主唱声部，然后他天生有一个，大家听说过没有？叫绝对音感，他能唱很多的歌曲，他可以唱的就是原调，他可以直接起一个原调。那你唱一首歌好不好？给大家。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贺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贺大家新年好。哎，回去可以去查一查，也许他们是那个伴奏里边的原调啊。他每次唱的歌曲，他都能找到他的原调，这是叫固定音感。这个是其实挺难的，这个真的是挺难的。这七个人是不是对应着你们八个大人？没有、啊、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教育方面。我从2005年开始把阿卡贝拉引入到中小学的课堂当中，然后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公司，然后呢并且把这种阿卡贝拉在全北京市还有包括全国都有加盟自己的店，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学生们是从我们好上万个学生当中选拔出来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孩子们，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长大了就成为了他们，就那有那感觉啊，那声调有点像啊。哎，我们的这些没有音乐基础的企业家们，能够教他们几个简单的技巧吗？可以啊，可以的。孩子们先去休息一下啊。那我们先学一个简单的啊，先学 B-box 声部好不好？最简单的，那就是。哎，你啥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哎，这是最简单的。对，这只能配合。这有点背着音箱来的，背着音箱来的。来分解一下，分解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要学的节奏是，很简单，不吃卡吃，再吃不卡吃，不吃可吃，吃不可吃。对的。来，先练一下，来，3、2、1，不吃可吃。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舞台这么有纪律性啊，非常协调啊。来，陈不恒，这个不错不错不错，蹦哧啊，蹦哧咯哧哧，蹦咯哧。谁在做啊？好厉害，好厉害！好，再教一个贝斯陈光，贝斯也比较简单，贝斯简单到什么？他没有词儿，他只要学会一个字儿就行了。噔噔，一共四个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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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发现了有人唱的刚才调不在调里的 ，OK， 现在就可以知道了，我应该去哪个声部了。OK， 那咱们现场的所有的企业家们，还有包括现场观众们，然后你刚才学会了哪个，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然后会唱主旋的呢，然后呢就跟着我们的主旋，然后 bass 就跟着我走，然后我们的 beatbox 就跟着他走就好了。OK， 好，唱的准的就跟着我来啊。嗯，准备。One, two, three. 好，谢谢。好，谢谢。